大家好，我是力哥，欢迎来到频道。今天来介绍 Humble Bundle 的一个虚幻资产包 Unreal Essentials No. 1，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成为一个系列。最高一档包含35件商品，最高折扣 97% off， 适用于制作生存、冒险、恐怖等多种类型的游戏，例如城镇和城市建筑、户外景观、废墟道具和角色动画等。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包里面的一些内容。北方岛屿套件面积大小为4×4公里，提供了广阔的北方岛屿环境，适合制作开放世界游戏或冒险类游戏。村庄房屋环境和家具内饰包含了逼真的村庄房屋和精美的家具内饰，非常适合搭建中世纪或乡村风格的游戏世界。中世纪帐篷和露营道具包可以为制作中世纪冒险游戏或角色扮演游戏增添真实感。露营和户外冒险 Volume 1包含了各种露营、户外冒险所需的道具和资源，可以用于制作野外探险、生存等类型的游戏。救护车模型可以被玩家驾驶和与之交互，非常适合开发医疗或紧急救援类游戏。基本移动包提供了基本的移动动画和控制蓝图，帮助开发者快速实现角色的移动。恐怖与腐朽 Volume 2城市碎片提供了各种城市废墟和破损道具，非常适合制作恐怖或末日题材的游戏。程序化车辆轿车这个资源包包含了各种用于虚幻引擎中的轿车模型，适合开发驾驶类游戏或城市探索游戏。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介绍包里面的内容了。除了上面介绍的资源，包里面还有医院道具、建筑道具、拳击动作资源、角色对话、血迹贴花、人群动作包等。如果你想制作生存、冒险、恐怖、医疗救援或末日游戏，可以去看看这个资源包，我会把链接放在简介或者置顶留言里面。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想在 Unity 中使用包里面的模型资源，可以去看看 Unity 商城里面的一个资源转换插件，它能够把很多 Unreal 商城的模型转换为 Unity 引擎可以使用的资源。不过有时候需要手动调整一些设置才能正确显示。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和游戏开发相关的资源介绍，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并且一键三连。你的支持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我是力哥，我们下次再见。